回到我的 channel， 我是黄廷伟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挑战一分钟吃完两个 vanilla ice cream， 就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就在一分钟里面挑战吃完两个 ice cream， 看我可不可以吃完这两个 vanilla ice cream。再尝试各花，我会等时间啦，我想就开始啦，两个 ice cream， 一分钟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啊，去。小肚子啊，不能喝啊，不能喝这样啊，继续健身吧。哇，这一分钟不可能，我原来挑战40秒不可能的吧。一分钟到30，33。算了，哇，用2分02秒吃完 ice cream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如果你喜欢，也是可以做这个 challenge。谢谢大家，拜。